环境优越，印度尼西亚的林木资源丰富，热带雨林不仅给人们带来了肥沃的土地，还为造纸业提供了良好的条件，一些跨国公司也在被吸引过来。最近十年来，这里的森林正遭受灭顶之灾，这场人为的森林大火熊熊燃烧了三个多星期还没有被扑灭，一直蔓延到了附近的色岭村。如果不是当地消防部门联合新加坡跨国公司动用大型消防设备，村民们仍将对大火无能为力，因为当地生活贫困，无力购买消防器材。Berapa kali orang ini membantu untuk memadam api di dalam gambut, tetapi namun api di dalam gambut tetap dia menjalar di dalam tanah, panasnya terlampau tinggi sekitar lebih kurang 4 bulan daerah kami. 由于人口的增长和生活贫困带来的压力，苏马特拉岛和加里曼丹岛等地的农民为了清理出可以耕种的田地，经常纵火毁林。尤其是每年7月到9月的旱季，森林火灾此起彼伏，余火又在干燥易燃的泥炭地下继续闷烧好几个星期，释放大量的二氧化碳和浓烟，造成附近的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上空经常烟雾弥漫。为了养家糊口，有些人还把自己的土地卖给商业公司，一些商业公司唆使农民大面积烧毁森林，以便种植油棕榈和橡胶等经济作物。And it's not simply slash and burn that is bad. It's the extent of slash and burn. If you had slash and burn in a very limited way, and then the land was allowed to heal itself while you moved on, so it's a combination of growing population pressures, not well-defined rights to the land, and the lack of alternative employment opportunities. 专家认为，当前最重要的还不是控制灾情，而是预防森林火灾的发生。过去的减灾措施之所以阻力重重，是因为缺乏强有力的执法手段。最近印尼通过一项强力法案，授权环境部撤销违章者的营业执照，并逮捕破坏环境的嫌犯，甚至对不按程序颁发执照的地方甚至中央政府官员。接下来请观赏古井贡九特约之《锵锵三人行》。